现在是台湾跟日本都很辛苦的时候，虽然我们分隔两地，没有爸爸帮上忙，但是心是在一起的。我觉得你们可以的，尽量不出门，不要去人多的地方。等疫情过去后，很希望可以快一点回到我的第二个家。我期待能早日恢复愿意来往的日子。你们现在也许很无聊，无聊的话在 Clubhouse 上聊天吧，保持心情愉快，或许可以增加免疫力哦。台湾人之前防疫做得非常好，现在我们都要一起加油，一起加油吧，台湾加油。